临证照片穿什么衣服？第一，浅色比较好，白色最佳。临证的照片背景色是大红色，比较喜庆，所以对比色要好看的话，最好是浅色，不要重色，颜色也不要太深。第二，领口选择圆领或者是 V 领，穿得轻薄一点会比较好看，比如夏天的短袖之类的。领口的话，最好是能露出脖子。第三，配对的衣服，情侣衫或者是特色服装。近年来，拍结婚照上的照片也是力求创新和好看。登对的衣服当然属于情侣衫，情侣衫的种类很多，只要挑选得当，拍出来的效果都非常好。